支，三个打数吞了两 K。这球出棒打在中右外野方向，落地形成安打，长打，球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边。大师兄，现在绕过一垒之后往二垒走，是一支二垒安打。现在他的年纪不要勉强，二垒就好了。对，正好打到洞啊。是，哇，看起来赛前他没有骗我，他今天跟前一次在球场遇到他，但那一天他没有先发，那个练习的量就很多。哎，今天他打一打，他说他要先进去准备了，换冲洗一下，然后准备比赛。我说哎，今天打的比较少，他说经过一阵子休息哦，现在感觉整个身体的状况正好。那今天就是打个手感，觉得阿大力什么都能掌握，然后整个挥棒机制好就好了。果然第一个打席也是阿大力很好，他生涯就两坏球，球数是打者领先。这一球拉回来，二垒侧弹跳球，王正堂拿球之后跑给一垒手完成了刺杀，不过林志胜靠着这个滚地球是能够上到三垒。这一球反方向平飞球越过了一垒手通底，这是一支安打。三垒上的林志胜轻松回来得分，曾陶荣现在要往二垒走，这是带有一分打点的二垒安打。龙队在二局下半先持得点，1-0领先。哎呦，这个手势是代表说我赛前看了很多球，看得很清楚吗？哇，十分，一定给到给他十分的分数。是，这球打得真的不错。没话讲。但这个球这么扎实，然后又是一个反向标准的右打者打左投手的变化球，真的是被他给设定到了。前一场比赛对上陈世鹏，龙队是很吃瘪，但这一场第一局虽然吞了3K， 不过第二局马上就有两支二垒安打攻下一分了。在这一瞬间，我突然想想，觉得